江夜中柳白的战力应该如何定位？比起于连，李曼曼和冠主又当如何？我们先从于连说起。宁缺在成为书院弟子后，于连曾说过给他推荐一位不亚于剑圣柳白的师傅，而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那柳白和于连之间究竟谁更强？柳白是整个江夜世界中非常特殊的存在，被公认为世间第一强者，千年来第一修道天才，天书日字卷的榜首，将剑道修炼到极致，多年来一直借助剑阁崖洞压制自己的境界。早年前击败过南海剑神，后来一剑千里，小圣神符师颜色，他虽然没有突破五境，但其实力未必弱于破五境的修行者。比如于连就曾表示过自己未必能赢剑圣柳白。柳白的实力跨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青霞之战前、青霞之战后与桃山光明记时期。青霞之战前，柳白拥有不弱于破五境的实力，他认为刚出现在青霞之战的君莫对上他有胜无败。君莫凭借小宇宙爆发，在无数 buff 加持和失去一臂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将其重创，而君莫已经是致命境巅峰的巅峰，柳白对君莫的压制力又非常明显，因此天魔境的于连还真的不见得能赢柳白。于连说自己不亚于青霞之前时期的柳白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柳白在桃山光明记中战力又有极大提升，甚至人间的昊天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击杀。人剑合一的柳白突破了昊天身前一尺，以指带剑碰到昊天额头，成为人间第一个距离昊天如此之近的人类。此时的柳白不仅是世间第一强者，更是整个人间第一强者，屠夫九屠都毫不放在眼里。在参考后期，屠夫一人还能压制于连与君莫的联手，所以此时的柳白毫无疑问比于连强非常多。即便于连动用魔宗秘法，也完全不可能是战天柳白的对手。江夜中柳白的战力应该如何定位？比起李曼曼应当如何？于兰街大会，桑桑冥王之女的身份曝光后遭到举世追杀，柳白遇见万里穿过烂柯寺的秋雨，飞向那辆黑色马车，关键时刻大师兄李曼曼来到剑阁崖洞，距离柳白身前一尺，柳白对李曼曼说，我身前一尺是我的世界，即便是冠主和蒋经首座也不敢站在这里，你就算再快也没有意义。最终李曼曼不退，迫使柳白收剑。此时柳白还是他战力的第一个阶段，而李曼曼也没有学会打架。后来李曼曼逐渐学会打架，青霞之战前柳白刚想与他交手，可惜没有打成。到了后期，学会打架的李曼曼已经明确是当世天下第二，仅落后于冠主。即便冠主手握六卷天书，正常情况下李曼曼仍可以阻拦冠主七天。大和剑、浩然剑、相敬如宾意、天下吸神指都会用，打架能力骤升。那时的李曼曼会是桃山光明记中柳白的对手吗？在江夜的世界中，无惧是昊天世界中的第一速度，掌握了无惧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进入不败之地。柳白的剑虽然也有无惧能力，但在速度上未必及得上李曼曼，所以李曼曼只要用无惧与柳白进行纠缠，柳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对李曼曼造成伤害。比到后期就要看到两人各自的念力，而柳白的念力号称世间第二，所以即便是面对无惧的李曼曼，柳白也有较大的胜算。另外柳白曾经说过，即便是冠主和蒋经首座也无法在他身边一尺安然无恙，而即便是后期的李曼曼恐怕也未必超过从南海归来的冠主，所以李曼曼也无法进入柳白的一尺境界。另外如果两人硬碰硬不闪避，战天时的柳白已经能够突破到昊天的一尺世界，这一剑李曼曼如果不躲恐怕很难接得下。所以综合上看，李曼曼的速度对上柳白无法形成较大的优势，而在防御与攻击上，柳白对上李曼曼几乎是碾压级，所以巅峰时期的李曼曼仍是不敌战天的柳白。江夜中柳白的战力应该如何定位？跟冠主相比怎么样？柳白的实力跨越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一是不敢破，此时的他是世间第一强者，主要是青霞之战前的这段时间。其二是不懈破，此时柳白经过青霞之战后又有顿悟，明白了书院的意志，和叶苏有过讨论，此时他不懈破。第三是最后战天时，已经无所谓破不破。与柳白相同的是，冠主的实力跨越大概也有三个部分，其一是从南海归来到长安城之战期间，其二是突破清境之上与李曼曼第二次大战期间，第三次是手握七卷天书来到长安城欲行换天之举。其实关于柳白与冠主谁更强的问题上，江夜的作者猫腻本人有个回答，原话是，柳白刺桑桑那一剑的时候强得无以复加，
可以说是人间最高，但那是瞬间战力，真正的竞技实力我觉得还是冠主稍高一线。如果说两人各个阶段的比试大概是青霞之战前不敢破镜的柳白不如刚出场的冠主，不屑破五镜时期的柳白也未必及得上刚出场的冠主，毕竟当时的冠主可以吊打李曼曼、于连和黄杨大师三人联手，九徒和屠夫自称全盛时期也不是其对手。柳白说冠主无法进入他的一尺世界，这只是自保能力，并不是实力强于冠主。但是战天时的柳白与人间之剑合二为一，已经可以使用人间之力，这个提升是巨大的，尤其是那终极一剑，甚至能够破掉昊天的空间法则，这个实力恐怕已经超过了刚出场的冠主和清境之上的冠主，仅落后于手握七卷天书的冠主。因此两人阶段的强弱关系应该是青霞之战前不敢破镜的柳白小于青霞之战后不屑破镜的柳白，小于刚出场的冠主，小于清境之上的冠主，小于战天时的柳白，小于手握七卷天书的冠主。